你只系讲个数，我惊太精，可能会红。黐乸线嘅，我惊玩呢个方向嘅话都俾人打，打呢、這个。有鑑於咧，其實好多人都玩 game 咧，玩到好苦悶嘅啦，件事就或者喺屋企好苦悶。咁其實我上網咧都見到好多人咧都開始做呢啲Zoom 嘅 party game 啦，或者有啲 app 咧就真係針對性地係 for 啲 game 去玩嘅。咁我哋都諗咗一啲 game 啦，咁有啲就係好大腦嘅，有啲咧我絕對相信你係未玩過嘅。今日有四個 game 嘅，我哋就會按照住個計分方法去計算啦。OK， 咁咧依家咧我哋就會，如果陣間會有分咗嘅話咧，我哋就會男一組女一組，咁就好簡單嘅啦。件事就好。咁啊，第一個 game 係玩乜嘢咧？分組賽嚟嘅男子組、女子組參賽者嘅根據題目咧，隨著令手製嘅動作等肢體語言咧，但唔可以滲透佢嘅，令到其他隊員咧可以估中問題內容。每組限時三分鐘，答中問題得一分。好，第一個題目咧就好難嘅，嗱五個字嘅準備啊，三二一開始。五個字，第一個字係跑走，唔係快。係咪可以？可唔可以講其他嘢噶？如果佢哋答啱咗，你話佢啱咯。而家成日都用嘅。快速檢測劑，快速檢測劑，急棒嘅件事啊！哇，棒啊！其實有我聽到女子組咧講咗快速檢測乜，咁我都算得講你啱啦，有一分啊！第三個字，第三個字係呢個冠，第三個字係冠雞動物公尖叫雞，做乜雞？做乜雞？乜鸡？啱咗啊！哎呀，识几快啲啊！咁我鸡字，你应该即刻识答做乜鸡啊！真系好过分啊！真系好，小 Queen 又到你啦。三个字，绝。第几个字啊？呢个第三个字系呢个食嗰啲啊，面系。我点样讲呢啲？系啊！够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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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就系即食面啦，原来食面啦。好啦，跟住咧就到呢个男子组啦。好，三个字。我哋而家呢个 game 叫咩名？大电视。你先。顶你个肺！你唔可以咁样表达，咁大家你即刻表达咁样讲，你不如将啲三个名讲出嚟，唔惊。动作都唔使做。三个字。我剪刀，做咩咯？中咗啊！叫咩话？咩嚟话？叫中咗啊！招财猫，招财猫，识玩啦，因为识玩得几基本啦，件事啊，系用动作去做呢件事噶嘛，系咪？唉、哎，真系离晒谱啊！你嗰啲咩大电视噏出嚟啊？乜件事？嗱，唔好谂问题啊！时间得翻半分钟呀！嗱，喂，几多个字啊？发音系三个字，你发音系三个字嘅，后两英文嚟嘅，后两个字四三二一，够钟啦，影相咁样又唔知系点，大家估唔到其实系关影相事噶，定系关影相事，关影嘢事。有啲乜嘢要怼落个影相嘅装置度？咩啊 ？filter 啊？系啊 ，SD 卡打和啊 ！OK， 个人赛嚟嘅参赛者咧，斗快攞出主持所需嘅物品，仲得分。三二一，我要三支笔。三支笔。哇！小编第一个最快成功咗啊！好即刻知啊！你攞支出嚟系。好啦，三支筆，我哋系计最快嗰个赢噶，件事咁少咗一分 ，OK， 好简单啫，我只要一条毛巾嘅，写得好远喎，我即放弃咗件事，阿娇一分，阿娇最快，放弃啦，阿嘉攞条毛巾嚟噶，我攰咗件事啊，咪开始毛巾啦，好，下一条，好简单嘅啫，好简单，可以一张豉油。
我唔想行。我真系咪困住？诶、哎，点啊 ？Bonnie 第一个好有你噶，你知咪是有你噶？好有你嗰啲，好有。每一次啦，每一次都好。Harry 攞咗啦 ，Harry，Harry， 我系点 ？Harry 攞咗啦。老抽，老抽，老抽，飞又啊飞，我啲字又一三。我咪同埋自己先。三二一，纸巾一卷。一卷啊！纸卷哦。我真系包都唔得系咪？屌呢个。奖唔计啊，要一卷啊。个包仲有睇唔到，睇唔到点真系惨啊！我帮你赢咗啦，咪一卷啊，见到啊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一件红色的衫，我红色，竟然是老积最快，点解发生咩事？好在后面就系衣柜，我哋啲未系迟，太迟啦，太迟啦件事。系啦 ，Ari 要俾个最佳嘅努力奖咧，每次捞落嚟咁样，但每次都系慢嘅。好惨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任何一支樽装嘅饮。看不到啊又，今次是我哋同事 Aska 最快，竟然系好啦好啦好啦，跟住嗱呢样嘢可能咧冇咁易揾到嘅，我要一本簿，要簿算唔算啊？我计咗，我计小编，你嗰本咧，你嗰本系支票嚟噶，嗰本系支票簿嚟噶嘛，系咩？顶你唔计啊唔计啊唔计啊！嗱 ，Harry 要努力啦，佢好努力咁，但系未攞到任何分数嘅 Harry， 伏边太攞本出嚟，伏边啦！好，下一题，下一题，睇下先，下一题系咩？零食一包，够你哋快一啲。呢个算唔算啊？你个香口胶啊，件事香口胶唔算零食啊。然后今次 Harry 终于攞到一分啊，即系恭喜你攞到一分。终于。好好好，下一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嗱，讲明啊，我讲明，一定有，但唔容易攞到嘅遥控，冇喎。啊，小娟 ，Harry 有遥控，因为小娟你屋企系冇遥控嘅，即系你屋企系家徒四壁冇电，即系冇电视，因为叹气嗰啲。啊，最后一条啦，最后一条啦，最后一条啦。OK， 胶纸，掉一把胶纸。咁乜都冇，但系會有教剪啊 ！Queenie， 我真係諗，真係諗唔明，我真係諗唔明，都冇得人有教剪。佢個 Queenie 好型啊 ！Harry 慢咗少少，啊小娟最快啊件。我哋嘅同事 Aska 咧係成功攞到一分嘅，咁都係搶到攤啊！件事有啲擺明係俾佢做噶啦，件事阿嬌都係一分啊。跟住咧 ，Harry 咧本身開始係冇分嘅，但係咧一路後來居上咧連嘴兩分啊 ，Bonnie 都有兩分 ，CK 啊嘛，老積都有兩分嘅。最犀利就係小娟啊，喺個家徒四壁嘅情況底下都可以攞三分，我真係諗。有位觀眾啊，主持人即係我咧會 show 啲微距圖片啊，啲參賽者咧估係乜嚟嘅，中間可以問問題，估唔中會俾多啲你睇，再估唔中再俾多啲你睇，就係知道有一個參賽者估中為止。第一個，好嗱，我哋逐 round 嚟睇下有冇人估到先。几多个字？两个字。喺边度有噶？好难答你喎呢个，因为家庭，因为家庭有机会有机会冇。佢系算系家居用品啦，定系点样噶？唔系家居用品。系咪嘢食嚟噶？系。哦，你问咗个问题啊，你正咗啦，我连问咗啦，你帮我问咗。零食嚟嘅。系。薯片。薯片。第一個嗌薯片嘅嬌係咪？不過唔中。嗱，總之就唔係薯片，嗱係零食，唔係薯片。嗱，再諗落下一格。哇，好核突啊！好似嗰啲卷嗰啲腰耳彩耳咧，係咪脆噶？可以脆，可以唔脆，係咪？甜定辣定鹹？死咯！所有嘅點解問係甜酸苦辣啊嘛？邊一個？真係所有味都有，應該有唔同所有味都有。咁特別，係啊！我全部都食過，放心，我全部都食過。嗱，如果冇人問我就進入估嘅時段咯。嗱，鬥快啦！三二一，估雞皮蛋卷，我都係估蛋卷。答嘅時候咧，第一個答嘅係幹麵，係蛋卷嚟嘅。第二條，哇！我又見到好多 pixel 格仔，完全見唔到。第一下你都估，第一下如果純粹攞住張圖，你估到我話你叻啦。幾多個字啊？有啊，我最多都係出咗三個字咯。係今次係係家居用品定係咩嚟嘅？係用品，不是用品，不是任何用品。不是用品啊？喺邊度出現㗎？可能一講咗你就會估到咯。唔係用三個字，八區都會出現。識唔識發光㗎？好問題。
佢好难答，好难答喎、啊、佢，你考起佢。日头唔会夜晚可能冇嘢冇嘢冇嘢，日头唔会发光，夜晚会发光，可能会啊，可能会，可能会，夜晚可能会发坏到。OK， 好，进入估嘅时段，嗱，估中咗呢套五分嘅，广告版。OK， Queenie 系广告版，好，答案系错嘅。好，阿张，哇，有尖嘴嘅、哦，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。嗱，知还知，我问题先，问题时段啊，三个字啊嘛，系咪？唔系交通工具嚟噶，這個這個、问题啊 ，OK， 字面解说嚟讲，佢唔算系。我知道答案啦，但系用途就会有关，佢用途有关。你已经 filter 咗我唔要嘅答案，我知咩嚟啦。好，进入答案时，准备三二一，讲地铁站。地铁站，好，地铁站，一分系地铁站。下一题啦，即系睇埋好似啲 X 光片咁样，有啲超声波咁样。断骨嗰啲啊嘛，断骨嗰啲啊嘛。我就觉得嗰度似金菇啫。你系咪未食饭啊？叫其他任何评论我都不会作答嘅。字啊，问号。谂紧啊，谂紧啊。佢可能唔系中文嚟。我填写嘅正确答案系四个字，咁但系一般来说，你身为一个香港人，你都唔会特登讲讲另外两只字嘅。但我咁一定唔识啦，我哋香港人嚟噶嘛。系啊，我估我假设你识尾嗰两只字，我都当你啱嘅。唔係喺屋企會見到啦，呢樣嘢。我唔出奇嘅，佢好多地方都會見到，屋企都一定會見到。家居用品、清潔用品、食品咩類別嚟噶？生活接近生活嘅必需品。New idea， 固體定液體？固體，固體。Solid。食唔食得噶？唔食得，你唔好攞嚟食噶，你會死咯。即系想死就食啦，未必唔系问题嚟噶，未必会即死嘅，未必会即死嘅。诶、欸，我买一条，系咪日日都要用？唔一定，但系以前就需求大啲，依家需求细啲。下一张，哇吓，哇冇分别嘅，你整咗噶啦。嗱，答诶，系咪家具嚟噶？不是生活必需品，以前成日用，依家用得少咗。唔系家品啊，即系家私品。唔系家具 ，OK， 唔系家具。我连要问咩唔识得到，要问咩唔识得嘅？可唔可以问咧系咩形状嘅？多边形。好正呢、這个，亦都近似圆形嘅嘢。嗱，我俾这次，我每一次咧，既然咁难，俾个提示你啊，佢系。金属嚟嘅，我哋啲咩金属有啲咩形状咁加埋 ？O K， 再问问题，估到系冇啦嘛 ？O K， 三二一，系哇，针筒嚟噶系嘛？阿 Sir 讲咩？针筒呢个系咪门把手啊？门把手系咪生活必需？点会依家用少咗咧？我想问阿 Sir， 点解会用依？唔系四个字咩？冇直接接触嘅，直接接触系个四个字。不过算啦，呢个答案都系唔啱。咪风筒啊！喺封筒又点四个字咧？又，唉，好啦好啦，第三张你冇人估到噶啦。哇！喂，一张比一张难。估到啦，你已经估到啦。你有冇问题问先？冇啦，俾佢估啦。真系估啦，估啦。我想听答案。系啊 ，YouTube。应该系嗰啲一蚊定两蚊嗰啲嘅。乜硬币啊嘛？四个字咯。硬币冇啊。我当你啱啦。港币两蚊。哇！系啊，大家，我想问，点解你估到第三张，你估到咁犀利嘅？因为我望下入嗰啲咧，佢系只手，嗰个都冚事咯。O K， 黐乸线嘅，哇，好大回响，咁易又唔使估啦。好，最后一条啦，最后一条啦，我惊玩呢个方向嘅话都俾人打，呢个 O K。哇，几搞笑，咩玩法啊？唔到。泥土，今次呢个系嘅喺屋企会见，定系喺咩地方？其实依家都唔一定屋企会见到。几多个字？三个字啦，两个字或者三个字都啱。佢嘅讲法，食唔食得噶？唔食得，呢、這个食咗诶冇食紧，即系咁严重嘅，但系都唔食得。固体定系液体啊？固体，好固下喎，望落去都。
系咩材质啊？咩材？哇，正喎、啊！开始要问你装修啦，我讲出嚟都未必知啊，教啊，冇问题，我哋进入呢个估答案时段啦，啊 ，OK， 准备三二一，估边个估？教饭盒。好，饭粒错嘅 ，Greeny 错，喂，小编错 ，OK， 补答有冇补答？交通鞋。阿 Oscar 讲咩话？手机壳。手机壳错，好嘅，阿娇。胶拖鞋。你唔好谂住胶拖，有个胶，即系嗰啲胶字楞下楞下，咁就系、是，咁就答案先得啦。有嘅，错啊，错啊，错啊，好个。喂，嗱，同银仔唔同啊，今次好有分别噶，你见到多啲形态噶啦，已经。一般来说咧。大人會相對地用的機率會少啲，但係都會用嘅，都會用，都會用。譬如我都有用。佢個 size 係大定細㗎？一般都係細細粒，可一隻手可以掌握到嘅。咦？好大提示啊！呢個可唔可以問咧？一般嗰個價錢係幾多㗎？喂，我最貴見過幾廿蚊，但係最平幾蚊雞演價。我不知道為什麼它值幾十元、啊、有很大的提示、啊、一個最常見到是方形，但是我都有見過有圓的，越貴那些形態就越好的，即是越不規則就越貴的。好，估答案時段，有沒有人估食物盒啊？剛才有人估了食物盒，剛才你估了你估了有个胶字就系，丢就系丢，咁都好劲啊！点估啊？咁啊，你喺边一个位估到佢系擦胶咧？靠啲问题估啊！嗰啲污糟嗰啲位，同埋蓝色嗰个位咯，蓝色嗰个胶嗰个，因为我揾一个好传统嘅。好啦，报一报数先啦。嗱，因为呢一 round 咧，阿小编咧放大镜都系接近放，佢个放大镜进入放弃状态，我知道系咪？咁所以咧，暂时有三个人叮当码头啦。睇下最尾嗰个回合咧，玩唔玩到？最后啊，正过太空，我哋原创游戏啊，参赛者咧必须要一路望住个镜头，唔可以转移视线，唔准讲嘢，唔准过度眨眼。参赛者同读书对手主持人都会加入数参赛者，直至到有最后一个。要玩几耐咧？呢个系玩到最后剩低一个生还者为止。哦，即系冇限时嘅。冇限时噶。唔可以喐噶，系咪啊？你可以嗱，你睇住我示范一次俾你睇，可以咁样 keep 住望住咧，但你可以咁样喐啦，喐啦，咁样喐啦，切啦，要用嘅嘢去做啦，件事，睇下你紧有边个顶唔顺，但系你记住只眼系唔可以离开个视线嘅，俾我见到你边个离开啦，你眨眼 OK 嘅，我人系会眨眼嘅，但系你唔好不停咁眨啊，即系咪咁眨去喺度走法律啦，件事啊，即系你收到任何嘅电话啊通知你走去听电话，我都系当你输啊 ，OK 啊，准备啦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阿 Queenie 即刻咧做啲啲矛招去引下大家视线，即系 Harry 咧咁样遮住个口咧，见啲人见唔到佢笑，肯定系啦。唔可以笑嘅咩？OK， 小編 fan， 小編已經第一個出局啦，記得話唔可以任何發出任何嘅聲響啊！咩叫靜過太空啊？我唔記得啊！不過既然你 fail 咗，你可以諗辦法去騷擾大家噶啦。我嚟試下。啊？我幫你個畫面咧，好似佢哋 screen cap 咗硬咗咁樣件事，係忍住笑啊，忍唔到啦！我冇諗過你係第一個 fail 嘅。啊，因為我唔識嘛，我又唔記得咗，唔可以出聲喎。但我又想問問題喎，好多問題噶嘛。呢個問題少女，你睇下嗰啲人好胸有成竹啊，全部都係。得成條片可能得我講嘢咯，係。好啊，嬌冇望到個冇望到個鏡頭，見你睄咗一下 fail。fail 啦，我都有一分啊，因為小編零分啊。我一望住 Kenny 同 Bonnie 嗰個，即係我望嗰個位嘅時候咧，隻眼就已經離開咗個鏡頭。其實呢個遊戲咧，你係唔需要望其他人係點樣嘅，你只要望自己得噶啦件事。哎，冇啊，唔應該提呢個水，跟住佢哋嗰幾個就係咁望住自己咁樣嘅嘢。可唔可以快啲啊？可以快啲啊！我揾啲嘢，揾啲嘢氹下你咧。小編你喺度跳舞啊，睇下佢哋會唔會頂得順。你先讲个，我惊太精，可能会好。我哋系时候咧，我哋系时候读啲笑话出嚟俾大家，听大家讲下先。我见 Oscar 有眼瞓啦，佢就系顶唔顺啦，件事佢个头应该就会耷落去啦。应该下次咧，下次零三段先玩呢个正过太空，睇下边一个会瞓着觉啊嘛，件事。啊，咁你大镬啦！我通常都5点先至瞓。Bonnie 都有啲眨望，玩都迟啦，佢又笑啦。
等等我试下讲下啲笑话。当年有喐嘅，但系咧阿 Hillary 啦、阿 Jackie 都咧，系咪 Oscar 都冇喐过？好恐怖嘅件事，其實畫面係 freeze 咗嘅。我問啦，我問咧點解飯咧唔可以咀嚼，唔可以不停咁咀嚼太耐咧？哇，好肚餓啊！你講嘢食，聽過呢、這個，因為妹妹嗱爛 get 嚟 ，OK， 唔好咁正經啊件事。因為要食軟飯，因為會飯太碎。已经开始咧，已经去到体力嘅耐力赛，睇下边个顶唔顺嘅件事啊！又系呢个广告时间啊？唔系啦，呢个时间攞个啤酒饮下都好啊！我见到 Aska 一下合着咗啊，所以 Aska fail 啊！佢成只眼系咁样冇咗。其实冇合着嘅，但我两分。跟住 Aska 都有两分啊！咁依家其实大问题咧就系 Harry 啊。Bonnie 啦，同阿老積咧，本身帶出個三個嚟，所以睇下邊個贏。2000 years later， 我發覺呢幾個參賽者真係好堅，真係完全零受我哋影響喎。件事係除咗 Bonnie 有時候忍唔住笑之外，大家好努力咁樣咧，將嗰下想嚇嗰下收翻埋，咁笑。好辛苦，其實忍咁耐。係咯，唔係，但係咧，我又一路留意住咧 ，Harry 嗰個 cam 啊，唔好話係喐都唔喐，佢連眼都唔眨。所以我就係話，根本呢個係一個 cap screen 嚟嘅。你試下揈隻手俾我睇下 ，Harry。佢眨下俾你睇啦。佢即係咁樣做下眨下俾你嗱，我有眨下，我真㗎件事，我唔係假㗎咁啊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嗱咧，不如咁啦，嗱，我哋咧都准备完嘅啦，我相信咧佢哋唔会去到最后一刻顶唔顺啦。虽然我见到阿 Harry 咧眨眼眨多咗啦，已经开始啊。咁咧，我哋咧输咗个三个咧，阵间帮手去投票，睇下边一个你觉得玩得最好啦。呢个 game 好啦，完啦，顶唔顺啦，我顶唔顺啦，放弃啦呢三个。你睇到？而家大家笑喺度笑啦，已经。你睇下，第一個放棄嘅就係老積，跟住就係 Bonnie。你睇下唯一一個人，我完全冇俾我 fit 到，佢依然都係擺住一副唔喐嘅狀態，就係 Hillary。Hillary 要快啲開啦！其實一條影片嚟㗎啦，喂，完啦，真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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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啦！佢連咧，我講呢句都覺得我係 fit 佢嘅呢件事係唔喐。犀利啊！我覺得。我想我哋都唔使票选噶啦，我觉得以 Harry 咁玩咁极致嘅表现，我真系好难俾佢赢啊！呢一个 round， 好啦，嗱，因为咧头先都所讲啦，咁咧Bonnie 咧，阿老积同 Harry 同分嘅，本身已经同分噶啦，咁因为呢一个 round 咧 ，Harry 佢太过分嘅表现咧，我真系要俾佢赢，咁所以其实今晚嘅胜出者就系 Harry。恭喜你，我真系恭喜你。好啦，再见啦，大哥。拜拜。好啦，拜拜。拜。